如观无量寿佛经曰：具足身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前注曰：十遍称名也。啊，这是无量寿啊，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的，具足身念，每一念就是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六个字啊，这叫具足身念。念十声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十声不中断。啊，前注里面说，这叫十遍称名。啊，名号啊，念十遍。身念乏了，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可是后世呢，这个身念呢就有很多种啊，祖师大德们他们教人的现在念佛同学好像这些身念法都常用，自己真真用功摄心念佛啊，是以印光法师的身念法最有效啊，能把散乱的心皈依，妄想杂念逐渐呢减少了，心地清净啊，这个身念法了，是心里头寄宿，没有痕迹啊。佛号就从一声呢记到十声，然后再从一声记到十声，不拘多少。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？不用这个方法了，念佛的时候会有杂念出来，会有妄想出来。用这个方法了，让杂念跟妄想都不会生出来。啊，印光大师一生用这个方法了，很有效。那么以后就用这个方法教人。在文朝里面他多次介绍，但是不能把数字明显记住啊，暗记啊，念六个字可以，念四个字也可以啊，像我们念四个字念惯了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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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每一句每一个阿弥陀佛是第十声里头的第几声，很清楚。如果初学，这十句还很难记，会产生错误，产生错误从头再来啊。印老教给我们，你分作两次，第一一到五，接着呢六到十分成两段，这也行。这再两段还记不住的呢，那就是烦恼很重的人，分三段啊，三三四这样记法
啊，可是心里不能有相，啊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这不行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最后第三声阿弥陀佛，记得清清楚楚，不着相，用这个方法念。啊，这是印光大师传的。古德也有传，传神念一口气叫一念，不拘多少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念到这口气念完，一口气里头不管多少声，念十口气。这是对于工作繁忙的人，他没有时间休息，没有时间做早晚课，就叫他每天早晨起床。啊，洗脸漱口之后，合掌，在佛像面前，没有佛像，就面向西方。啊，念十口气。啊，这个用时间不长，要一天都不能间断。晚上晚课，在睡觉之前，啊，念十口气的佛号再去睡觉，啊，天天早晚都不缺，行，这也符合神念的教诲。我在十几年前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第一次丹斯里邀请我到吉隆坡来弘法，办了一场弘法大会，我记得好像是两天，参加的同学有12000人。那么我在这边休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住在湖边，他湖边有个宾馆，每天早晨起来啊，听到穆斯林祷告，他们用喇叭，声音很大，我睡觉都被他吵醒，很难得。我听了之后很欢喜，全世界宗教里面最团结的是穆斯林。他用什么方法团结的？就是每一天5次祷告，时间到了，所有工作放下去，赶快祷告。祷告的时间很短，几分钟。一天5次，一次不能少。这是他们所有宗教大团结里头主要的原因。我觉得这个好啊。啊，所以我就想到，我们敬宗同学可以学这个方法。他们祷告，我们念佛。他们一天念5次，我们一天念9次。啊，所以我就提倡9次的十念法。这个十念法呢，是10句佛号，跟此地讲的是一样，10遍。啊，佛号就是4个字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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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完了。啊，就10句。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念10句，比念10口气简单，时间短。啊，晚上10口气2次。3餐饭，吃饭的时候不念供养咒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10声佛号。啊，就5次，在你工作上下班，上班之前，你默念，念10声佛号，再干事情。下班的时候收拾好了，
念十句佛号离开，上午两次，下午两次，总共九次，一天九次，一次不缺，有效果啊！啊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提倡，此地新加坡、这个马来西亚很多同学用这个方法，打电话告诉我，写信告诉我，很有效果，真简单，不妨碍你工作。啊，很方便，啊，记住，一天九次，一次不缺。啊，未尝不是个好方法，这个方法试验了十几年了，有效。啊，这些方法它真正的意义，就是提醒我们，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佛号。用于在此地，到最后临命终时，这个佛号能提起来，你就决定得生。啊，所以第十八愿叫十念必生愿。啊，是四十八愿的核心，四十八愿里头最重要的一愿。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看法，那么这一愿呢，就变成非常特殊了。日本早年的祖师就正用这一愿建立一个学派，叫本愿宗，本愿念佛门，完全依照第十八愿。啊，日本有一些同学来问我，这个如法不如法？啊，我告诉他，当年祖师他们提倡这个方法如法。啊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不如法。什么原因？那些祖师们通宗通教，对于《无量寿经》有很深的造诣，他信。现在为什么不行？你们只知道这一愿，其他四十七愿不知道，《无量寿经》更不知道。念的人有，意思不同，所以就变成不如法了。啊，他们如法的道理在哪里？他们是一愿，里面包含一切愿，就是第十八愿，这一愿，他学这一愿，里面的精神融会贯穿了其他的四十七愿，其他四十七愿都在这一愿里头，所以他没有问题。你们今天就这一愿孤孤单单的，其他四十七愿没有，那就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